根据西班牙足球媒体阿斯报统计，武磊的这粒进球在网络上引发了2.2亿次的关注讨论。当晚，几乎所有的体育媒体都把头版留给了这位西甲赛场上的中国球员。就喊的嗓子有点疼今天，然后我们还过去就是问他们，就是喜欢吴磊吗？然后他们说非常喜欢，非常喜欢，而且说吴磊是最好的最棒的，而且那个人用汉语说的那个西班牙的那个外国西班牙，对，他说他只会一点点中文，但是他就是还是非常清楚地表达出吴磊是中国最好的。 对，这个是我昨天晚上吴磊进球的那一刻录下来的，这都是我喊的，太激动了，我今天其实说话都不太能说出声音来。这世界很酷。